迎来到 Even 的旅游频道，今天带大家来台中。我在网络上发现一个非常厉害的舒芙蕾，完全颠覆我的想象，我今天要带你们来一探究竟。今天带大家来的就是天子舒芙蕾，我真的觉得它这个 slogan 下得很好，发现舒芙蕾，发现幸福，因为他们所做的舒芙蕾真的会让人有幸福的感觉，因为老板非常的用心。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舒芙蕾的内容。他们是来自埔里的一家舒芙蕾，这是他们在台中车站的门市。他们的产品是不加任何一滴水，而且都是用天然的食材。他们总共有五种吃法，这个是其中一种窑烤的。窑烤舒芙蕾的口味就有点像那个饼干，那有听到那个咔吱一声吗？可是因为它窑烤过之后，它那个味道更香浓的被锁在里面，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。吃完了以后呢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说认识舒芙蕾就是认识幸福，因为他们的舒芙蕾真的让人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它的所有的原物料都是选用天然的，包含我刚刚说的草莓啊，还有百香果，你咬下去就知道它真的是真材实料，而且它完全没有加水，它是用全部牛奶去做，真的是重成本。然后它的巧克力非常的厉害，我跟你讲，那种巧克力死甜的我不爱，这种真的就是真材实料的巧克力。而且他们的原物料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，都是用非常好的。而且他们的吃法有很多种，你可以常温、冷藏或是冷冻，甚至是还有窑烤的，他现场也有卖窑烤的，有非常多种的口感可以让你选择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伴手礼。舒芙蕾，你可以把这幸福送给大家，是不是非常的棒？如果你们有来这边，一定要记得来试吃，反正试吃不用钱，喜欢的话再买就好喽。那就先这样喽，拜拜。最后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了，就是他们也有卖鱼池红茶，而且是顶级的那一种。之前有去上过那个茶艺的学校的课程，他们的茶真的是很好喝，就是那个味道是很天然的蜜香，你可以看得出这家店真的非常的用心。甜点之后来一杯好茶。如果你喜欢窑烤口味的，也可以选择窑烤的舒芙蕾，然后有草莓的、百香果的巧克力，然后这是他们的茶包，你要冷泡、热泡。